够了，过去的事儿不过去，只是节奏了。好，牛哥。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你没事吗？没事。你去帮我把那桌上的卡拿来。行了，别看了，快去去。哎呀，也因为这点破事连累身边人。晨曦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会来的。没事，当我还你了。哪破了？快拆呢。没事，我自己来去，硌牙了。王浩，我告诉你，我的事只有你管，咱也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事就算打我骂我，用不着你管。因为这几个费用，没事没事，我愿意，我就是喜欢他，和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就算跟我没关系，白姨怎么办？白姨会同意吗？那就趁此了断这件事吧。嗯，他说的可能不好听，但也不是完全不对。这钱拿回去吧。钱是我自己的，跟家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别听他瞎说。你先听我说，我现在店里装修的也差不多了，这钱真用不上。还有一个他说的，我觉得挺对的，咱俩不是一个阶层的人，就算你跟着我饿不着，但也注定过不上你家里预期的那种生活。我不管晨曦，只要你说你喜欢我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的。晨曦，这种不要那种生活，你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？可爱情哪有面包来的重要？晨曦，不要。我算了吧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晨曦，我恨你，我恨你们所有人。文心、啊，他今天要有什么事儿，我饶不了他。文心、啊，你不担心吗？长痛不如短痛吧。也许不纠缠，就是最好的成全吧。